Hello， 我江江，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哦。Hello， 我江哥，我今天玩这个僵尸模组啊。等一下，我才刚讲解完，僵尸就跑过来了。母汤哦，母汤哦，哎呦，母汤哦，母汤哦，围过来了啦，这也太多了吧？我没开打、啊，那个是鬼新娘吗？是不是？白色头纱那个我还会掉荣誉值啊、欸、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为什么他戴白色头巾哇哦哇哦不要出来装神弄鬼好不好哎呀满街都是僵尸啊为什么打我啦？我又不僵尸，居然拿枪乱射啊！我们在我旁边啊，红色的，我看不到他。人呢？人呢？没有啊！隐形人？不会吧？隐形人怎么打啊？啊，这样也可以挣脱。这样子不行吧？怎么用隐形人打我啊？哇，枪还被抢走！小朋友，我是小只的、欸，重点是还不能射他，不能射他。哎、欸，这样，哦哦哦，隐形人射我啦！哎、欸，这样不行，这样不行，母汤哦，追过来，追过来，追过来，哎、欸，拿小刀啊！哦，哎，哎，他们好像追到一部分，然后如果没有追到，就会当作没事发生一样。哎、欸，为什么？为什么？哎呦，哇，他好像全身中箭啊！我先找地方躲一下，损血，躲上去啊！有点可怕、啊，我要试试看这个狙击枪啊！对，耶！隐形人我看不到，在哪边啊？躲在哪个地方？这里有一个。但是这个隐形人怎么找啊？试试看，这很难射，不晓得他位置在哪里。还有他不会跳房子。有人啊！啊，不行！哦，过不去哦，过不去。哦，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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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要射我啊！我是人类啊！该死！哇，好丑啊他！哇，慢动作，好帅哦！他、啊、是因为最后一发子弹的关系吧？哇，这个老奶奶，被跑走了、欸！哦，哎、欸，等下，知道了，这里看一下，看他会不会追进来。哎、欸，我被抓住，被抓住！哦，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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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快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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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住！赶紧进去！他们追进来了。出来！隐形人也可以穿墙啊！不行，这样吧，太扯了。用隐形人不行，好不好？作弊呢？哦，快没力了！僵尸追过来了。来吧！感觉被包抄了。哎呦！快走！等！我前面有个隐形人，看不到他。怎么有人跑过来啊？地图上一堆红点，但是看不到人。哦，被追杀！好啊，僵尸只会从城镇跑出来啊！哇哦，跑很快哦！又是隐形的僵尸啦！哎，你啊，喂，这也太多了吧！这样子应该没有僵尸敢过来了吧？还没有僵尸敢过来啊！想干嘛？想跳过来吗？来啊！跳过来！哦，摔下去了！来啊，你们僵尸，看怎么看？危险啊！这样我怎么下去啊？去跟他玩玩好了。天哪！哇，凶哦，好凶的，绕圈圈。不要追！要追！哎呦！我手枪掉了，糟！我剩下什么？剩小刀了。我怎么一次打那么多人啊？有点母汤哦。哇！又来一个。好了，各位，模组介绍到这边，下次再见，拜拜。编造。